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台联董主席老一点。今天要跟大家开讲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蔡英文总统他就任总统到现在已经超过10个月了，大概还有一两个月，大家就会开始讨论说蔡总统今年做了怎样。那么其实认真说，蔡总统他的这个就任虽然是10个通过，不过呢，因为伊这个头前有足长的这个准备期间啦吼，咱唔能袂记哩，去年伫1月16号，伊就当选了。当选了，照讲对1月16号到5月20号，这拢是伊会当规划，会当布置，爱会当这个这个内部作业先创好，就敢若伫内底插菜插好，捧出来，菜捧出来，毋是讲就一时啊就变出来嘛吼，伫厨房会当爱久足久的嘛，对吧？其实。认真讲吼，那我咧看是已经超过一年啊吼。那么到底蔡总统是做了安怎吼？我相信过一两个月，大家一直讨论。在我的判断啦吼，在我的感觉，其实每一个总统拢差不多，有民选的总统，全世界拢差不多吼。一开始当当选的时候，民调一定拢足悬的啊。现在足悬的，包括有一寡无选乎伊的，也是讲无出来投票的吼，拢会感觉有疲态啊。换一个新总统，至少嘛未像过去马英九做个安烂，对无？所以这个一开始大概拢会差半冬，甚至有诶较长诶一冬，诶，这个叫做大蜜月期哦。这个大家期待说，民调你做拢足悬，你像蔡总统呢，其实进前做诶民调一开始诶时啊，拢有哪有60%哦，这个70%哦，拢足悬诶。但是呢，一段时间了后呢，大家发觉讲，嘛无遐外高哦。要是未，也唔敢讲干咩啦吼，因为刚开始做啊，无讲过久的时间吼，未使干咩。但是，人家做了嘛，普通普通，甚至有一寡出现一寡糟心的所在，比如讲，有诶代志就该提早处理诶。哦，比如讲年金的问题，这一定也捌伫咱节目中讲过吼。啊，你都社会就是感觉你年金无解吼，即老人提遐济啊，每一个部门，包括劳工，包括军人，包括公务员、老师，拢同款哦。新的老师也领无啊，新的公务员也领无啊，老的领伤济，这边啊，政府啊，赶紧来处理哦。这其实伫台湾已经是累积10-20年的代志啊，哦。那别阵蔡英文早就叫伊好上任，一礼拜就甲结了哦。我相信大家也点，一寡即个外口在底下乱烧乱骗，这嘛无空间互伊乱啊。但是因为拖，蔡英文的意思讲好心啦，让大家发表意见哦，发表那。一寡个咕咕摸摸拢走出来吼，啊！要甲食好倒，政府甲吞好倒，食好倒，拢这声音拢出来吼。这其实就是骹手慢吞吼，就讲迄有诶所在该紧诶无紧吼，有诶所在会使较慢咧吼。比如讲，伫咱台湾诶社会要无共识，比如讲即个同性吼成家即个代，这其实台湾甲即嘛嘛无，阮内底嘛有少年诶讲，即赞啊吼，即个新社会就是安尼啊，啊就老一辈讲啊，你谈咧诶。查某甲查某结，查甫甲查甫结，这无法就接受啦。咱台湾做两极化，这两极化其实颠倒像这种问题，会使慢慢啊来吼，讨论都成熟了，吼，较清楚了，卖偶然做决定，偶然做决定，另外一半的人会掠狂啊，对无吼？你嘛未使想传统讲一定未使，一定会使。这其实两边的人拢会，啊说像这种问题的话，包括要安怎入去咱制度，是毋是要入去甲民法，全台湾的法律拢爱照这吼？也是讲啊，专法，这其实会使讨论较久，但是哇，所以予人感觉讲，咱也用足侪时间啊。这其实时代力量是主张这，但是民进党内底嘛有一部分立委咧推波助澜啊。啊，毋过这题目变足大个吼。啊，其实这个题目毋是袂使讲，慢慢仔来，我多办一些吼，再深入咱个庄卡，深入咱个这个基层，看大家真正个想法是啥物吼。啊，慢慢仔来，这会使，这也做紧事看办啦吼。这个代志无遐要紧，但是虽然是重要，但是爱这个严密的讨论，比较多的讨论哦。这代志吼，有诶，这真奥妙吼。有诶代志，这个快刀斩落嘛，该紧就要紧吼。这个篱笆现剁三地，我剁倒来就好势。啊，有诶吼，是代志无遐无要紧，甲讲爱随搬出来讲，做一个结果嘛，对无？哦，所以阮咧笑讲，这时代力量吼，本来大概是期待讲伊会当重建国家啦，哦。重建国家，因为咱这個国家无正常啊。台联的主张，台联党的主张就是建立一个正常的国家。
咱即马虽然是国家，但是这国家无正常，什么咧中华民国，啊，这什么法律内底拢写，咱台湾唔是一个国呢？你若照咱的法律，咱是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啊，吼、哦，啊，还佫有另外一个底下做大陆地区，真笑话，这都唔是正常的国家嘛。所以台联党，阮希望，吼、哦，虽然讲咱有国家的形式，但是无迄、那个。迄、那个正常诶国家诶名，甲迄个制度吼、哦，啊，所以改即个部分，即叫做正名运动吼、哦。啊，本来大家咧想讲啊，你台联党吼，啊，阿辉伯啊、坤辉先啊，有较老淡薄啊，啊，无叫只少年啊出来冲一地看卖吼、哦。啊，即就是重建国家诶概念。结果吼、哦，无几步啊，无重建国家，即卖是咧无同性成家吼。音量起来要想要成诶吼。我毋是讲同性成家就不应该谈吼。哦即代志，因为社会还无共性嘛，少年的感觉讲，即好咯，即袂歹啊，即出好啊，刺激进步。但是老人、老大人睁开讲，靠，这真少哟，啊！你叫阮囝娶一个，阮囝查甫啊，佫娶一个查甫，怎会做某安尼啊？嗯，真少，这规个厝都乱去啊！哦，睁开我嘛听这种声音，啊，所以这个物件爱小心，哦，慢慢啊，讲到互大家拢听下落安尼吼，啊，咱再来，迄无遐紧啦，好，出门第二摆连任。第八年、第七年再来讲嘛，未慢，对无？咁是咧，啊，就先颠倒这种同性恋的问题，你是爱伫教育内底，伫咱的课本教，爱教咱的囡仔讲，袂使有迄个性别歧视，哦，袂使讲因为人，哦，人伊有迄个倾向，啊，你就讲，哦，讲欺负、讲霸凌，你袂使咧。即、這个社会共识慢慢用，啊，毋是开始就建立法律内底、哦。我相信这迄、那个下讲吼，做者迄个阿里山，我马上听我讲安尼，先听下落，吼、哦，咱嘛唔免去甲。吼、哦，甲伊敌对啊，但是啊，慢慢啊来吼、哦，这有诶紧诶代志啊，这个唔紧做啊，这拖拖沙沙愈拖愈阻力愈大吼、哦，这年金改革什么愈来愈歹改，因为各种妖魔鬼怪诶声音拢出来啊，啊有诶将官，嗯，啊都明明都拢走去中国，你听习近平训话呢，迄个中将上将啊，回来讲好，伊一个月一定要领十几万，无袂使，无这政府啊，要拖倒，哪有这个？即逐怎解少啊？实在著甲关掉啊！清杀几啊十摆啊！啊，即摆讲即种人会当谈台湾社会安尼耀武扬威，这是莫名其妙，是八百壮士哇！阮台联党怎解有嘛派只二三十个去遐踢馆吼？诶、哦，即、這个我刚才警察无遐么甲我们推吼、哦。好，啊，即、這个吼、哦，我怎么咧讲讲？因为有这个问题，所以蔡英文吼，伊的迄个民调慢慢啊跌落来，反正像一日一烧。哦，当初阮台联嘛主张讲，即爱尽量爱用劳资协商，吼、哦、爱。即、这个啊，弹性爱大，所以吼、哦，唔通讲一个制度，啊，就头用到尾，哦，哎，当作啦，即、这个时代力量搁较强，讲两二力，哦，民进党讲一力一修，即马就乌干安尼如苍苍啊，那一窟屎安尼臭乌乌，即马迄阵啊用二力落吼，哇，即马说万地深坑咯，永远拢无解决的机会，哦，所以你看看，你即个行动新起来的行动，啊，包括执政党，我人感觉你做，哦。唔是脱裤子放屁，就是这个不脱裤子拉屎哦。啊，这个看看这个愈做愈，大家就开始吼、哦，感觉就无好。但是，我即马要讲是讲，因为安尼，所以即马吼，大蜜月期慢慢啊过去啊。我头下有你讲者，有既然有大蜜月期，就是有小蜜月期。这个情形吼、哦，伫全世界拢差不多。吼、哦，就讲你打上你们是因为第一点，大家有基态嘛。吼、哦，一寡无投乎你啊，包括国民党人个问题。伊迄票是投宋楚瑜，迄票是投朱立伦，但是啊，毕竟咱家己一个国家的人啊，你好，我你摕到680几万票当选，我嘛期待你做好，哦，做我看卖，哎、欸，这个人嘛有可能伫这个民调的时讲我支持蔡英文，啊，所以你看，你来看一开始蔡英文吼、哦，民调其实一开始拢60%左右呢，吼、哦，就是讲有一寡甚至嘛无投好的嘛是对伊有期待，吼、哦，我这就民调作怪，哎、欸，经过这10个月来吼。哦老实讲，这有一寡磨损去啊，吼！我讲这，咱不一定讲是怪林权啦，吼！有诶讲，这个林权含蛮啦，做了，哎，有诶都，啊，你总统用林权做行政院长，啊，就是你有哪同意伊诶做法啦，啊，无你若无同意，走就到碗掉啊！所以民众一开始是未箭头未射对蔡英文才来，但是，吼，即卖大省拢是林权先着钱嘛，吼！但是慢慢来，发觉啊，你看啊，你着，啊，伊若做了歹，你嘛搁继续用，表示你嘛赞成伊诶做法啦，吼！所以。即慢慢啊会拉在一起，但是即个吼，我感觉其实民调呐还袂拉甲伤低吼。比如讲，拢还阁有即个30，咱迄个蔡文清一阵啊有民调吼，较歹的时阵，哎，有迄个30几个，30几就已经破底盘，破迄个基本盘吼。
啊，但是尾啊，因为这个几项代志吼，慢慢啊，佫有回起来，包括这个川普吼、哦，川普对台湾的优势的态度等等吼，啊，川普嘛，这后来咱发觉讲有回升吼、哦，这大概顶个月上上个月的民调吼、哦，回升到40几%，满意度啦吼、哦，满意度啦40几%，当然这无过半，大家嘛免紧张，咱无过半边哦，其实40几%这叫做基本盘吼、哦，基本盘就讲。遐投票予伊个人，基本上拢还佫认定讲伊袂歹吼，即、哦、叫做小蜜月期啦吼、哦。就讲、是、大蜜月期已经过，迄个本来较浅蓝的，啊一寡较中性个只，已经开始讲啊，你无效吼，开始讲歹话啊吼。即咱听就好啦，咩对人伫遐推波助澜吼，毕竟这是咱家己选出来的总统啊，对无？啊，抱着一种较疼惜、鼓励的心情，所以但是降到40几%的时吼，吼、哦。无过半时，你著爱注意，这就是一个小蜜月期啊！吼、哦，就讲即马大概剩迄个基本盘吼、哦。那么今仔一直我要讲者讲，爱注意哦，有一寡代志吼，你若一直继续，感觉讲啊，就吼、哦，这基本盘的人，你想的物件也无重要啦，吼、哦。我要做啥要做才讲啊啦，还是讲无去思考着这个小蜜月期这阵人的感受，这吼、哦、到尾也就会落到像啥？像马英九，吼，这马英九是哪？之前咱讲，互剩9%，吼，这个以前哦，我会记马英九怎阿扁啊做到尾期的时，马英九捌出来笑呢，出来甲踢笑阿扁啊，啊，这个连18%都没有，啊、笑死人！我感觉家己走路差剩9%了无，马英九我9%，比阿扁还差足济吼。啊，现在伊的，咱即摆先来讲，检讨讲现在马英九会降到9%，9%就是啥？连伊个基本盘，照讲国民党，伊当年个当选嘛是爱过50%吼，啊国民党即个深蓝个嘛有30-40%，这一定有啊吼，啊是安怎降到剩9%就是无啊，顶嘛连迄个小蜜月期都没有了，变成黑暗期啊，是安怎安尼？真简单，吼、哦、即个陈茂雄教授吼、哦、有分析过吼，伊、哦、就是啥，本来国民党即地吼，伊会使讲差不多10%是即个外省个吼、哦，外省集团即个族群个吼。哦足适中诶，其实外省人内底嘛有一部分，即卖已经吼、哦，有可能停掉诶。你比如讲足简单诶，民进党嘛有一寡外省人啊，吼、哦。你比如讲即个段宜康，即就是啊，吼、哦。即代表市员周威耀，即嘛是啊，吼、哦。包括即卖去挖来挖即个蔡英文诶，即个林权，即嘛外省诶。同简单坐伫你面头前，即个我老一条，我嘛外省诶。吼、哦，所以外省嘛毋是讲全部拢，吼、哦，拢会。拢着停来，但是内底有一寡着长期个洗脑吼。即、哦這个过去国民党洗，即摆共产党洗，怎啊头壳拍歹去？10%啦，吼、哦，9%、10%，这是铁票。但是你嘛袂记哦，国民党伊会当有基本无？我头拄仔嘛有讲，有30-40%，吼、哦，30-40%个票吼。即、哦這个30-40%个票，30-40%个票呢，伊嘛是。这票对对来，国民党的票真简单吼，除了外省的票这10%以外，过来地方派的吼、哦，比如讲哦各管区，拢有国民党的这个吼，各做什么白派、红派、什么派吼，乌、哦、派，迄种台湾人，但是呢，伊过去是甲国民党合作，有当得到一寡利益的吼、哦，地方派系啊，有的是甚至半乌道的嘛有哦吼，啊这个夹起来了吼。哦即、这个势力差不多30%、40%，吼、哦，10%的外省人结合30-40%的台湾人，哦，啊，国民党就是基本盘。结果呢，偏偏啊，伫这个，吼、哦，这个，2013年的时候，这个马王斗争，这讲马王斗争实在是，这个用词不对啦，无斗争啊，人王金平啊，无斗马英九啊，是马英九吼、哦，想空想啊，要甲创个死，啊，因为。王金平，伊是国民党不分区诶，一旦甲伊诶党籍开除吼，哇，伊就即个立委诶身份就无啊，啊甚至嘛未使做立法院院长啊，啊所以吼，即卖叫真枵死骨，怎啊吼，哦，共偷听电话，叫黄世明去偷听电话，伊敢若做甲一个国家诶检察总长，敢若未输了，比啊做迄个家族啊，敢若蟑螂安尼，叫人偷听电话，即偷听电话是民主国家是最大恶行诶，尼克森。美国总统尼克森当年敢若共偷听民主党伫迄个水门大楼共安一个窃听器，偷听讲下恁民主党咧讲啥，啊要安怎对付共和党，安尼尔就落台安尼。
这天大地大侪，结果马英九感觉这也无啥用。啊，我偷听你讲的拄好尔，吼、哦。结果黄世明去偷听了，佫提马上提起来，马英九报告，吼、哦，创一个什么调啊，吼、哦，这有可能叫判三档，吼、哦。啊，这就是这丑闻啊，这是一个丑闻。马英九涉入安尼的丑闻，家己无感觉，吼、哦。啊，这个内情本质就是伊要倒死王金，啊，啥要倒死王金明？这出干来南方朔吼、哦，南方朔。即、这个我的好朋友吼，即、这个伊本名叫王兴庆，捌伫自由时报写一篇文章。其实伊会斗争王金平的原因，最简单就是王金平无赞成，马上去签胡茂。伊就咧讲，即签了伊，其实即我甲大家报告，立法院曾经有写一个报告吼，足规本的哦，吼、哦、去考察各种的即个因果关系，认定讲吼参加胡茂了。啊，人啊吼，中国会分作十二派，一百万人的中国人入来台湾吃头路，吃什么头路？弄迄个服务业啦，迄服务业唔知叫做服务贸吼，服啊，拢伫对，咱的店家店面内底一寡店吼，一寡店员拢全部去互阿人啊包去，这一死人啊袂，台湾人怎啊？表面上看起来哦，饲草袂歹，生意袂歹，足闹热，结果拢阿人啊，这台湾死咯是啊，咱的少年要走倒，只好走去国去中国打工，这是什么体统啊？啊！人王金平伊立法院做这个报告了，王金平是伊无对我公布，但是吼、哦，伊怎开始反对也是毋好啦，这参这也好吼、哦。所以马英九硬要叫国民党的立法委员的吼、哦，国民党一位立法委员甲这个胡茂甲创好过，但是呢，这个偏偏啊，这个吼、哦、王金平无配合就对了吼、哦，这是导火线，这个观点吼、哦，咱过去毋知这是。王兴庆就是南方朔的这个《自由时报》投稿内底讲出来代志，吼、哦，啊，因为这两天伊怎要甲剁掉，哇！但是剁掉你也知影，王金平伊虽然是做人吼、哦、较凊彩，吼、哦、啊较无迄个权威性，各地方各县市对屏东、高雄、台南、嘉义吼，啊，甲云林、甲台中，遮个这个国民党台湾人的诸侯是拢较王金平较好啊，啊，你甲阮的头要剁掉，嗯。啊！阮啥要阁支持国民党，阮就无爱插伊啊！吼、哦，国民党是安尼，怎啊？互迄个外省歌，即摆是洪秀柱咧创吼，啊！即摆阁一挂，阁几啊挂，阁要出来唱即个台湾人即块。结果吼、哦，哇，煞逼开啦！啊，逼开你啊！所以说马英九的民调剩9%，就是讲连小蜜月期迄个30-40%的基本盘拢无啊！吼、哦，所以国民党放甲足歹看，就是对遮来。好，咱即摆阁跳倒转来讲，啊，小英吼、哦，那安怎做？伊个小蜜月期，吼、哦，一旦继续维持小蜜月期，就是基本盘不要散掉，不要破掉，这有一个足重要吼、哦。这个民进党基本盘嘛，同款有两种人组成的吼、哦，一种就是吼，足讨厌国民党的吼、哦，只要国民党卖过起来，啊，民进党做较卖一撮嘛，拢袂要紧吼。但是有一种是独派哦，吼、哦，诶，各位独派这个人吼，当然这内底有诶嘛有交集啦吼，啊，但是有诶人是感觉这个。台湾要做一个独立国家的这个价值，远大过吼、哦，比国民党去死去歪领导的代，但是台湾啊变做一个国家，变成正常国家啊，这基本话我咧看嘛是差不多15%，吼、哦，比这个吼、哦、外省族群的10%较侪一撮，但是嘛无影偌侪，因为国足坚定支持台湾要做一个新国家，吼、哦，迄个理念呢，迄是爱用理念的，爱经过大彻大悟吼。哦但一般人其实无这个经历啦，一般人认为讲啊，我是足讨厌国民党诶，国民党好倒，啊，卖一直骂民进党，民进党做较歹嘛是对，吼、哦，较歹嘛是蔡英文嘛是对诶，吼、哦，民进党即较大部分，即就等于即个伫国民党内底台湾人歌诶意思啦，吼、哦，就是讲即差不多占到40%诶，吼、哦，35%、40%诶人是安尼，吼、哦，但是另外佫有差10%、15%，伊是认为讲诶，啊，既然甲你蔡英文做着总统啊，你当然吼，你唔免讲一步到位吼，即届就要台湾就要宣布新国家，台湾共和国啊是我一定我咧主张的吼，即个福尔摩沙联邦，你无一定爱直播，但是你一寡动作啊，你会做出来啊吼。譬如讲啥，从简单咧，立法院即马吼，讲要先立法再审查迄个吼法律的名词啊，做啥？台湾甲中国的关系啥？即个黄天麟伫这两天有写一篇文章。你至少要写我国啊，咱是一个国家，不是什么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咱是啊做自由地区，啊那边啊做大陆地区，要签一个协议，是用这个非国家的角度去签，啊你若这个角度
啊，你就是迄个一中个表，你就是甲国民党一模一样啊。安尼，我啊选你，明天都要食屎吼。啊，就选国民党唔同款，啊，伊法律名词甲你唔是同款。真正有台湾一些人，伊会要求讲，你至少，你若有要定入，唔是干呐讲这个两岸监督条例啦，任何法律。台湾甲中国的关系要厘清，吼、哦，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迄、那个清楚足要紧的，你唔通阁为着啊管伊啊，反正维持现状，啊现状依照就拢安尼，反正以中华民国为最大公约数，啊那安尼，选立甲选国民党迄、那个意识形态就拢共款的啊，哦，你只是一个第二个国民党而已，安尼有什么意思啦？无经过彻底改变嘛，哦，这一种，过来，其实足简单嘞，哦。是安怎过去讲要请热比亚来？马英九时代三摆拢甲讲，啊，无啦，这时机不宜。人马英九嘛无讲伊袂使来哦，时机不宜啦，吼、哦、哇！即马吼，虽然讲这阮无证据讲的是政府伫后壁操作，但是吼，哎、欸，啊讲出来理由是同款的吼，这、哦、不管啥人去煽动的吼，那、哦、时机不宜吼，真笑的，而且无相信时机得宜。每个要讲同的理由拢嘛时机，因当热比亚是。欸、世界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候选人之一呢，全世界拢啊，人美国嘛，互伊搬去伫遐咧住呢，吼、哦，安尼你的态度，嗯，啊，就甲国民党嘛差无偌济，吼、哦，过来啊，足济啦，吼、哦，像这种物件，这个吼，咱电视看到，吼、哦，这个足济物件，拢是伊的想法，嗯，啊，就照过去国民党的模式就好啊，吼、哦，包括啥，包括你讲迄个大学，吼、哦。72间的大学，去甲中国、去甲共匪啊签讲哦，恁若派学生来遮，啊，阮吼，啊，阮这袂使教，袂教迄个台独，啊，一中一台，啊，迄个中华民国，这我拢袂谈，伫迄个教，伫阮的课程内底拢袂有这。你是一个啥物国家？啊，结果你听着人的指挥来决定你的课程，吼、哦，像这真简单，你若工业大学的校长看啥人签的，啥人负责人随滚蛋下台，吼、哦，过来。补助金无啊，吼、哦！私立学校嘛是私立学校，毋是讲完全拢因家己的钱呢。政府一年有诶大细间，有诶补助几啊千万呢，较细间嘛几啊百万呢，补助停起来，吼、哦！你袂使啥物学校内底要为着要收阿兰啊学生啥物，连你个课程爱教啥拢爱中国咧管，乌白来，即教育部要硬起来啊，吼、哦！教育部干啥物软烧烧，吼！过、哦、来，将官。过去甲咱骗台湾的兵啊，讲好，你共匪外口爱去甲杀死，吼、哦，我要反攻大陆。将官以前迄古早，因遐人差不多20年前、30年前嘛是拢差不多，吼、哦，拢咧带兵的嘛，连长、营长尔，即马做到啥物退休啊，一个月领20-30万，结果走去听共匪啊训话。遮讲实在，林权行政院长，你若有架势，你若有表，有真正，吼、哦。对得起台湾的纳税人，真简单，即你又卖阮领，吼、哦，退休金动起来，你无啊，吼、哦、啊，另一个处分的办法，退休金全部，无甲你掠起来，管得袂歹啊，吼、哦，哎，无强势的作为啊，啊，我要甲大家讲吼，这拢会影响到我头拄仔你讲迄个基本盘的流失哦，基本盘是无唔对，当你一寡滴滴扣扣的，但是做了无好的时，慢慢啊，迄个大蜜月期会降下来，我讲过，吼、哦，过半数50-60%的人讲以后，这就是大蜜月期。但是即马大蜜月期真肯定是贵啊！哦，小英做滴要一档10个月吼，大蜜月期已经过了，但现在是基本盘哦，30几趴、40几趴，这也都是小蜜月期。小蜜月期你唔能过不掉呢，啊，啥物情形过不掉？就是我讲的，啊，你心痛愁快啊，咱这有台湾意识的人一直期待你，啊，你拢无做，啊，甚至回避，啊，甚至讲我都拢叫维持原状，啊，我都我台湾叫做啥？叫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啊，啊，中国叫啥？叫做大陆地区，像这种的吼，啊，这将官的代志，到去投敌、投共、投匪，也无处理。教育部72间学校去甲人签迄个吼卖身契，也无处理。吼，啊，热比亚要来，啊，国反对的理由也嘛同款。吼，啊，中国讲你袂使创啥，你就袂使。哎，啊，若中国讲你袂使创啥，啊，你就唔敢创啥，啊，你就香，你甲香港有啥无共？你就是香港而已，啊，你就人，你就。一定的，你的宗主国啊，你伊叫你袂使做，你就袂使做。这台湾的主权是伫家己的执政者，家己的迷糊感、迷失当中失去的。吼、哦，啊，若安尼吼，到尾啊，你唔袂记哦。台湾无定着，啊，佫有足侪吼，即、哦這个哦啊，反正国民党拢我就是要支持，即有啦，即一定的过去嘛，拢即个过去。但是嘛，有些十几趴吼，
足清楚，台湾意识足清楚啦，伊会感觉袂爽安那安尼，吼、哦，啊，就你做甲国民党做都拢共款，即、這個、流失去，吼、哦，所以直接要奉劝即蔡英文主蔡英文总统爱珍惜即基本盘，吼、哦，至少小蜜月小蜜月是爱甲留长，啊，即个人爱甲顾好掉，吼、哦，这真重要。哦，今日甲大家开讲即个主题，多谢大家，谢谢。